患有先天性髋关节脱臼，脊椎 S 型骨盆30度倾斜，没有左锁骨，连走路都困难的女孩，还能成为活跃于舞台上的美姿造型专家吗？这不是神话，这是真人真事改编的真实故事。来来来，听讲，敏仪，我回家了，我害啊啦，明仔载保险公司爱交业绩，我连一个人客都无救着，救无人客都无分数啊。我是出来试看卖啊，上我救一个才会用的。等下啦，等下啦，你是伫讲什么险啦？你哦，个脚安尼啊，行路都安尼空脚翘，是免啊去救人客，到时救人客救啊跋跋倒哦。不是啦，救保险就是参加人寿保险计划，不是用脚救，是用嘴救。哈？啥个啊？但是啥物险？用嘴来救的？啊，你要喂？我讲较简单嘞，就是你逐个月若交300块给保险公司。啊，万一你若安尼，就有钱头领，哎，安尼哦，安尼是啥物意思啊？安尼就是倒落去，就袂振动个呀。倒落去，哎呦，靠腰啊！安尼就是死啊啦，死啦！啥物死啊？吼，你安尼就惨，我紧死哦啦！唔是啦，唔是啦，我是讲万一啦，无迄个万一个啦。老鬼啊嘞，无采讲敏仪啊遐疼你，安尼佫甲我纠缠，啊好好好，唔爱插你啊。哎，敏仪啊，是嘞啦，你莫想遮济啦，我佫一摆来听吼。啥物啊？佫死一摆哦，我唔爱。不是，我死，我死。我叔讲，我若逐个月交300块互保险公司，啊，万一我若安尼，我就领50万哦。啥？50万？啊，我若逐个月交500块。公司就好，80万呢。啊，若无万一嘞？若无万一，交的钱就要叫公司提去啊。公司提去。这毋敢那得甲阎罗王伫盘目扎嘞。公司做庄，咱来甲伊提。即摆牌若摊开，若比伊较大，公司就爱赔啦。啊，牌若较细，就去予公司加去。哎，啊，毋过到尾啊，一定是咱赢的啊！我袂晓跋筊，你讲啥我听无啦？哎呦，戆囡仔嘞，这当然会用甲伊跋的啊！奇怪，我甲人讲几番无久，无人听有，啊，我就甲你讲，你来听有我嘞。哈哈，遐就讲，我逐工在食糖仔饼，当然比人较巧咯。安尼，你要参加？当然袂咯！我甲你讲哦，我即声吼绝对要甲阎罗王换一下看卖。反正吼，我若输，我加加了300尔嘛，对啊。我若赢吼，阮囝要留啊厝都无烦恼啊。安尼，你是要带一个救着人客哦？安尼哦，唔难，我一个尔。我明仔载要过来招我以后交去。我迄个叫他有个人我爱搬大叫的呢，我即声来甲伊讲，伊绝对要甲阎罗王搬一下万赞。有啥物叫会比这较刺激对无？拜我子孙啊，唔但讲买迄老仔厝尔，我做几条街啊拢甲买落来。阿公，我甲你讲哦，我已经正式进入保险业，我的头一个客户就是请一个长阿饼来敏仪啊，你看是比我较巧。伊家这个学问叫做甲阎罗王跋目杂啦，结果伊个十外朋友拢参加着这个游戏，互我实习行者排在头几名，公司已经将我升为正式业务员啊。这一个月来，我是拍拼咧救保险，目睭一金就出门啊，到暗时9点10点才有回来。不管是啥物款的人，我拢会甲伊讲，我的成绩阁袂歹哦，一个月分了7000-8000块。有够好个出世钱甲生活费，阿哥，我足欢喜个，我家己个饲我家己啊。要毋过，爱到啥物时阵，我才能加赚一寡钱，孝孝恁遮是大人呢？搁较安怎讲？恁遮是大人，为着我健康，付出太侪太侪。我知影，即款孝孝是无法度通好算个。要毋过，我一定搁较拍拼，阿哥。拄到别人欺负我的时阵，我拢会摇三摆头。要毋过，若是拄到命运甲命来欺负我的时阵，我是绝对袂摇头的。那天我们睡的是熟
foot 是什么意思？脚。对 ，foot 就是我们的脚，你们知道很好。那第二个字怎么念 ？Football。Yes, very good。什么意思？足球。人的手很灵活，可以玩 handball。人的脚也很灵活，可以玩 football。你先。Do you play football? No, I can't. Monsieur, 我希望你能回答我说，有一天我要玩足球。不，我现在就要玩足球。你安静一点啊。Footing, vending machine， 一个人有 footing， 就会站住。一个人失去他的父亲，就会跌倒。Yeah, my name, 你认为呢？我失去我的稳定性，所以我跌倒了。米线，我希望你会说，虽然我失去了我的稳定性，我的父亲，我还是可以站着。我虽然失去我的脚，但是我还是站着。这个字对你来说很重要。Thank you。那我们再念一个字 ，footless， 大家一起念。footless。谁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死人。footless 就是没有脚，或者是脚坏掉，还可以解释说是没有基础、不可靠，甚至是很笨很笨的。这样很高兴，你们来了。我的天。为什么不拿一根那个拐杖呢？拐啊！拐杖啊，对。拿拐也不好看嘛。天哪！你忘记了 “foot” 这个字是什么样子吗？中间两个 “o”， 就是像两个脚。那旁边 “f” 跟 “t”， 这样的不是很像拐杖了吗？告诉你，高贵的人手上一定有拐杖，像绅士啊、国王啊。教啊！但我在中国，去吃不是要提拐啊。我们都不是乞丐吗？穷人向富人伸手，富人向上帝伸手。好个人，甲上帝伸手，啊是要讨啥？讨生命啊！每个人都想做长寿啊。老师，啊你搞不领修保险？如果上帝不使用的话，买什么保险也没有用啊。香港无路用。我希望找一个时间跟你讲人寿保险啊！哎呦，你要向我介绍人寿保险嘛，小姐，你不要忘记啊，美国人就是从保险费长大了。也唔过，美国保险在台湾是无附庭基础。爸爸，那我请你喝中国咖啡好了，我们去看看保险。关于中林公司员工保险的代志，根据我所知影，另外有一间保险公司已经去跟咧接触，我想要派两个有潜力的过一遍，有啥人愿意无？我。下面人，你要去哦？你敢知影安尼对手外号叫做啥物？大家拢叫伊大狼狗，伊若咧办代志拢正歹哦，你等要搁去？好，你遐有信心，我决定派你去。恁大家有啥物意见？大狼狗若加人起来是爱走足紧的，派火恁娘去嘛，甲差不多，嘛才有百二。我看严美玲早就决心要甲飞跃恁娘赛跑咧。各位，其实严美玲我上放心啊，顶礼拜业绩上好就是伊啊。总共有25个客户啊，恁阁有啥物意见？
虽然叶美玲是一个新手，但是伊真骨力做，才有今日的成就。俺今仔请伊起来发表伊的工作心得一下。所以建豪对我头一印象，拢是无信心。因咧想，啊你家己脚就无好啊，搁要来招我做保险。所以讲，我要做保险比较较困难。恁只要开三分的力，我就要开十分。在其他这方面，我无啥物经验，也无啥物绝招。要唔过，我可以做到装进自强，处变不惊。我阿公建豪出海三年，人客伊都要食盐面。我的白面把它肉肉炖来吃盐面，但我阿公无因为人客多，就凊彩煮。我外公伊真正写毛笔字，伊写毛笔字之前，拢爱先画目来挂点睛。伊听我讲，画目就是画心，咱心也袂真，画就袂高。写字爱有定性，啊，咱做工课也是爱有定性。我阿爸伫替人修理康纳车，伊修理康纳车的时阵非常的专心，时阵拢无食嘛无睏。伊就是想要用上心情方法替人家修理好脚踏车。有时阵人家脚踏车修理好才无几工尔，啊就歹去啊。啊，不过阿爸我无共生气，继续搁甲修理也好哦。我是恁这三人对我的影响足大个，所以我认为咱做工作的时阵爱时时刻刻装进自强，处变不惊。如果讲你若感觉我也是算好真成功，我想我是对这两句话得啦。多谢。In other words, people want to improve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Keeping up with the journey is the main purpose of work. Keeping up with the journey. In other words, people want to improve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They want to care as much as their neighbor. The journey and it's possible even more with and other.OK， 多谢。我跟你讲啊，礼拜天做工作太紧张，哪有精神就可以休息。工作专业很重要啊，你不管做多少，都还要按工龄活。啊，我太宽容了，别跟那么生气的学生，他一边还念英文，一边还睡觉了啊。哎呦，我冻得掉了。我知道了，我也有这样子的经验。我跟你讲。我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我白天读书，晚上做工作，很有钱啊，可是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进去那个教室里面，我就这样子睡觉。那我的教授说：“哦，你这又来了。”你跟我姓吉，我看你哦，这姓吉啦。后来有一个中国同学，他教我练中国功夫，然后我就累的时候，我就去楼兰练一下，然后我就爱上他了。然后练了十年了，真是的哦。当然了，到台北来我就为了练功夫啊，教英文就我的副业嘛。你过来搞骗啊？兄弟起干。哎，你意思是讲我把爱去学功夫？哦，他确可以帮助你的付出。不，太惭愧。没错，中国话就是脚力，就是。教可以做的工，主的力。哇，这里对我最重要。啊，你上课时那不要跟我讲啊。你想去做掉了吗？我跟你讲 ，food 这个字，我关于这个字至少可以出十几个吧。因为这个字在跳舞啊、打拳啊、赛跑啊、跳舞啊都很重要，你一定要记住啊。好啊，我今麦做保险 work， 期货 work。保险 work， 保险 work， 希望我给姐夫 work 啊。你变成一个24小时的 work 男了，这个不是人道的事吗？我虽然是尊，
卡电啊，开刀，开出来真多钱，所以我即马所想的，不是人多，是钱多。虽然阮大环境已经改真多啊，但摆机车行李，甲第一条行李也只能发展啊。杨哥，你看心肝底，一定有一个声，袁美玲，袁美玲，你免阁我靠别人啊，你也可以家己站起来。 姐姐，你白天换一个工作方式好了，比如说你进去一个工厂吧，然后你做一个只有你的体力的，不用你的头脑的事，这样你不会累啊，不会紧张，不会疲倦，然后晚上练英文的时候，就不用考那个。 美玲，看你脚无好，还骨骨手，搁不止啊灵活。我脚无好，迄我脚拄仔买较加油的啊。你咧讲啥物啊？我是讲，我的脚无好，我的脚拄仔变硬啦。哦，啊你过去做过啥物工课？我过去办石保险、过去，啊搁有做机会。安尼，遐财务拢不止啊悬，啊是安怎买来才做这无啊？哎呦，财务烦恼烦恼嘛多啊，但钱我拢做袂完。无像是我伫遮，买用头脑，卖买用脚。 刚说八点钟，我等下进去啊。安尼，你先做看嘛，人过两个月了吼，我再调单的，有去到门口看。组长，拜托啊，你莫甲我调走，我伫遮做足快活的呢。啊，厂长有讲过啊，爱尊敬取材啊。哎，组长，唔通啊，组长一定甲你调走的。是安怎讲的？因为伊看你真贤，伊才会组长为会互你抢去。 你知影，我的招哥，你啊，还阁袂厝，还阁有做期货啊，大家无闲到无啥啥，久久就无时间嘛，无机会啊。你无骗我哦。就算我想机会，我就想卡。哎呦，啊，你莫讲这啦。像你安尼讲，啊，人你即摆毋是一个台北做啊，遐尔好。我知影，你一来，我会叫人去卡。人吼是四眼千金，我是四脚龙，我连讲都袂讲。我甲你讲啦，以后吼，你就袂阁无聊啊，因为我当陪你去。
我请你当面，加班。